第三个问题，师傅开示过不要加盖房子，加盖房子不好，因为以前不知道加盖，不知道的情况下加盖了，请问什么叫加盖房子啊？加盖就是比如哦，加盖。我猜是比如说两层楼上对，加盖三层。啊、对对。嗯，对。啊，我没说完全的，是个案的。哦。比方说，你这个房子要看加盖在哪里，明白了吗？比方说前面很好，后面你加盖出来可能就不是太好，明白吗？还有很多人花园洋房它有游泳池，把游泳池填掉上面盖房子一定倒霉，一定死人的啊，还有烧过的地方只要你盖上房子你一定倒大霉的，明白了吗？应该如何去弥补？应该如何去弥补啊？那么如果一般的人呢、啊，懂风水的风水师跑过来说，哎呀来个 OK 啊，有灵性啊，要把它cut掉啊，那么台长最简单了，弄几张山水画挂挂，请一个菩萨的像拜拜，不就化解了吗？观世音菩萨请来还有什么风水啊？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